那种稳稳当当的演那个，我很喜欢的。你把这些东西放到旁边，这东西什么稳稳当当？他给我看一个片段演好吗？全部是那个女的在病床上。啊我跟你说，这里面啊，我估计连于正都不知道，这里面有一台监控是在看他们。对。要于正说，刚才那个学生就是张颂文那组的嘛？什么呀？这些老师也不会演，学生啊演。然后我们正在看着你呢。打起来了。不过我们的演员都还挺好的，经过我们三个月的集训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有请下一位演员，正好啊，有点紧张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正好，代表我们第一个出马。我们现在成了他们的经纪人，等于是看着我们的演员，我们的学员乍眼一看都会觉得并不亮眼，但是他的戏你会觉得有嚼头，能经得起生活逻辑的推敲，客观讲应该会被选上。老师们好，我叫郑好，今年21岁，然后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。你是哪一集的哪一场？一集24吧。好，来，莎姐，你跟他去配另外一版的戚真言，好吧？来来来来来。丽莎姐，万万没想到今天的版本是这样。这是考演员考我的。丽莎姐刚才在吃饭的时候说，我们也其实很难点评学生，因为不了解。她一直认为是点评为主，没想到现在是。开始，夏石，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啊？有必要吗？我就是没想到你居然跑去当娱记。娱记怎么了？我不偷，我不抢，我又不犯法，我靠这个工作养活我自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行了，你别在这给我磨磨唧唧、磨磨唧唧的了，你就告诉我一句话。我找你去做那游戏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去不去？不去。正好演戏还挺稳当的。你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对着镜子照照，你这种样子，你觉得夏桑鱼现在看你这样，他会开心吗？夏桑鱼是谁呀？为什么不让我的事儿过去呢？我不想再认识这个人，我更不想想起我的父亲了。就是为了让你过去，才让你向前看，不要沉溺在现在。我现在挺好的，我不记得同学们挺好的，我做记者也挺好的。夏石，我们找个更好的方式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让你回到过去，去看看事情的真相，你愿不愿意？真相要是更糟糕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你不做怎么知道呢？啊！我怕了。走，我之后再说吧。我给你时间，夏石，我还会再来找你的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可能你稍微有一点点紧张，你老是舔嘴唇不停的。我全程看到你有好几个地方啊，你不看沙姐，沙姐给你刺激的时候你就直接逃避了。交流的真实含义并不只说每一秒钟都要看着对方的地方，有时候我回避你眼神也是一种交流来的。对，就是你有没有真的在听就行。不要误以为说什么都是每秒都盯着你眼睛。对，盯到对手发毛。哦，这个是王玉文的习惯了，一起盯着。可以啊，不错不错，挺好的。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处出感情了，就你们怎么样我都觉得舒服。这说明我们一开始选的人是对啊。金句真有啊，你这个人金句金句不能乱选。是啊，也不能乱选。有请演员谢彬彬。加油加油加油。
油，夏实，加油，夏实。谢冰冰。哦、冰冰能稳住吗？谢冰冰演夏实，开始。哦，他已经开始演了车站那个。有话想说啊？这么明显啊？啊。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学霸不是目标都很明确的吗？比如说立志当一个科学家或者是医生之类的。没想过。你别说，冰冰挺放松的。那就不行啊，没有用节奏啊。没有平。夏实，我想问你。车来了。再见。拜拜。我这没看出啥来，主要是这段相对比较平。看的过程中就觉得还很想放松自己，但是就觉得放松的过分了、所以就很平淡。好，我是一个那种以一个坏学生的心态进来的，然后我可以很体验的去演完他，对手给我什么我就给他什么，我不会去加自己生活里面的其他东西。到达这个及格线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我不要求去优秀。你搞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一切年没演出过啊，没有演出啊，没有演出啊，我在就他怎么样我怎么样呗。你们刚才就像对背台词一样，你俩说完了。我生怕哎，多了就失误就完蛋。你那种稳稳当当的演那个我很喜欢的。我你把这些东西，谢老师，什么稳稳当当，他给我看一个片段演好吗？全部是那个女的在病床上，导演他这边光也不打，把它暗一点，你就知道导演怎么看你的表演。大伟哥，今天的飞演，然后就那给你泡的茶。他一开始就挺进入状态的。不是，为什么要那么早啊，哥？他们通知的，我又时间又不是我定的。这不行，这不给休息啊！昨天拍到大夜，拍到四点了，现在五点要我过来，我根本没睡啊！我已经尽量沟通了嘛，大伟。不是你这，你跟他们说嘛，我已经连续拍几天了。我这样真的不想拍了，我真的不能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大伟哥，你不要嘛！我不能这么说呀，那人家，那我们得赔钱呀，我们要赔钱。赔啊！我拍那么多了，我怕什么？哎呀，不要嘛，不要嘛。我不要。不要嘛。哎，你别梦，别梦。你耍大牌那一段，我那时候脑袋马上跳出第一个人，谢冰冰。哎呦！日子过得这么呀。那种就是非常自信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那没有任何理由。你是真不知道现在媒体的厉害是吗？来，演员周大为，男，19岁，现在在演技派的现场无故旷工。我在背词哦。被生活打败了。好，咱们就耍大牌。哎，给我点个消机，不然我就不行了。叫车来。我今天不想去化妆间化妆，我要在化妆车上面来剧组，那个来酒店楼下化。对，大伟，又来。你那段普通话练得不错呀，台词说得非常清晰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我就满意了，我自己心里就满意了。最高任务，最高任务，台词说好。对对你干嘛、啊？弱势你啊！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这老拽我干嘛？我哪有老拽你啊？我刚刚只不过拽了你一下而已。你昨天呢？前天呢？大前天呢？说的就像真的似的，我天天拽你。哎，你是不是对我围巾是不是有什么癖好啊你？我怎么觉得你是喜欢我呢？你要不喜欢我，
你干嘛刚刚撒谎呀？我明明只有刚刚拽了你，为什么你说我昨天前天都拽你啊？哦，好，行行行，没有，算你没有啊。挺好的，他这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这个围巾有点问题。啥问题啊？你说。跟你不太合适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围巾太小了，太窄了，可能会显得你脑袋有点大。不如我去给你买条新的，旁边就是围巾店。啊，别。你有事儿？我能有啥事儿啊？你有啥事儿？你说，啥事儿我能帮你啊？不是，你要我说实话吗？你说，你说。其实我看到你的时候啊，就想起来我们家小绿。我们家小绿像你一样，脸圆圆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双眼皮儿。算了，不说了。都死了好多年了。不是，你们家小绿是人吗？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对不起、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不是，一般说我们家小绿，我就想到你们家小猫小狗。你又说双眼皮大眼睛，我就想，对不起，我女儿呀。我女儿呀，啊，女儿，对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女儿呀，我们家的狗就是我的女儿啊，是啊，她是不是人？但是我从小到大看着她长大的，真的觉得好难过啊。你不喜欢宠物的？你行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笑你干啥？干啥？我是说你可爱呀。说我可爱可以，那你说我是狗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养你啊。哎呦喂！哎呦！哎呦喂！哎呦呦！一套一套的。喂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没说。那你说你想养我？我说了吗？养养，帮你挠挠。哎呀，太！没说，行，我上课了，回见。挺好的，啊！可以，这段好看。这个比刚才那个还好看。秋红跟小明的那段我就特别喜欢。秋红以前演戏是每一次都在她掌控之中，但今天她遇到了小明，我放弃设计了，她把自己交给小明了，所以小明可以带着她走，她也愿意接受她的交流和判断，所以在很多刹那间你会发现她的很多反应特别真实，所以我觉得她。今天是很有进步的一个。哎，明明啊，妈妈跟你说啊，妈妈刚才买到你最爱吃的哈密瓜嘞，哎呦甜的嘞，我刚试了半天哦。哎呀，游戏有什么好打的呀？哎，你这个孩子真是不听话。哎，明明，你晚上记得回来吃饭哦。啊，去。哎，好呀好呀，天也快下雨了，你记得多穿点衣服。好。哎，这孩子。不错啊，阿姨，有位置呢。哦，神经病啊！钱包掉在那个地方了，怎么了，阿姨？哎，怎么？没事，好，没什么。
啊，你要需要帮忙，你跟我说啊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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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月票呢？哎呀，我的月票呢？我这有钱，阿姨，然后我向你帮你垫上，我帮你垫上吧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没事儿。你怎么老盯着我呀？阿姨，哎，你不要吵我好不啦？哎呀，阿姨，哎呀，你说巧不巧？就是掉在那里了。阿姨，哎呀，明明，我，明明他们同学，小杨，你是明明他们同学啊？哎呀，我认出你来了，我就不好意思打招呼。哦，是吗？是。哎呀，我刚才为了给明明买个哈密瓜，我把钱包呀、卡呀都掉到那里了，急死我了。没事，你这样，我这有钱，你先回家。然后，哦不不不不不，明明他爸爸马上就来接我。啊，爸爸也来了。啊。你要不要上去一下，演个明明？明明啊。哎呦，妈。哎呀，明明啊！哎呀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跟我妈在一块呢？啊，你妈？哦，妈，不好意思，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。我刚刚都已经辣目洋子认识了。你看她长得多有安全感呀，妈。洋子啊，这个妈呢，我确实觉得现在交不合适。我还是希望你们以学业为重，虽然阿姨的话那个你们也不爱听，但是我觉得人生大事还是要考虑周到，你说呢？行吗？我觉得男孩子嘛都是容易冲动，这个女孩子呢是要考虑的多一些。哎哎哎，妈，我就跟杨子说两句话嘛。哎呀，你瞧你们俩现在黏黏糊糊的。哎呀，才多大呀就黏黏糊糊了。小明，我告诉你，事情难道不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？啊，不应该跟你爸爸商量一下吗？难道我们在车站碰得到吗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其实是一起演出的，然后就喜欢上对方了。然后我觉得他跳舞特别好看，他最近在唱一个叫《野狼 disco》的，他可能想唱给你看，你要不要看？我可以爱你。森雷得发，我想要带雷回家，往那深夜酒吧。忘了，忘词儿了。不用紧张，没事儿，特别好，真棒，真棒！不要再抱了，不要再抱了。我没有反对你们自由恋爱，我就是想让你尊重一下我。明明，就不能跟我说一下吗？阿姨，我车好像来了，要不我先走吧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我先上车了啊。哎哎哎。杨子吓死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给我回家去，你给我滚回去，你给我滚回去。我觉得你就是满分的，你特别棒。谢谢啊，真的是棒。我们演了一个极长的即兴。全即兴。非常长。你进去就即兴了，自己片段就不用演。现在看来进去都不用试片段了，都是试即兴练习的。张楠呢，刚刚确诊得了绝症。你喜欢周大伟已经很久了，现在周大伟呢向张楠表白了，但是你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不能够跟他在一起，你要拒绝他。张楠，你是瞎吗？我哪里好啊？而且我也不喜欢你，你很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黑的男生。那怎么样？你又很土。我很土。嗯。我还土。土，你很土，我不喜欢。楠楠，哎，你好，我是楠楠的室友。只要被于正老师即兴 Q 上来的人，咱们的学生都有特点。好看你是谁？敌不动我不动，敌不动我不动。我是你的室友啊。那喜欢你加把劲儿，我先撤了啊。你干嘛？我听见了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上来。
排土吗？好介意这件事情。我真的喜欢你，你有说？拥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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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拥抱。我只是有一个小八卦，我特别想问那个，你们两个谈恋爱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们俩吗？没有，真实生活没有，没有啊。我感觉他特别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他们俩。我觉得今天演了那么多场，那么多次去帮别人搭戏啊，然后我的即兴啊，都比之前好很多。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就是很满足。就还会想更好，真的还想再更好。就是当然今天还有非常多的问题暴露出来。大为现在是即兴王来的吗？即兴王啊。大为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剧情，我完全不懂，所以随便吧。对，大为累得不得了。大为回来有饼吃啊。我知道你饿了嘛，乖的。来，饼又来了。哇哇，无限续盘吗？谁不能吃，把它吃完啊。它继续又一盆。你们外点吗？没有了。海底捞不是有外送那个什么的吗？真的是看戏。